九肚山嘅雲端大屋，位於新界九肚山黎平路88號，發展商為新鴻基，喺2017年4月開始落成，分3座大樓，再加24座獨立屋，總共提供59個單位，最主要都係啲大單位，實用面積介乎925尺去到3793尺。個花園唔算好大。屋苑自设会所、泳池、娱乐设施，小学校网就91，中学校网就喺沙田区。住喺山道出行最主要靠车，方便程度一定唔高噶啦。但系换嚟嘅就有更好嘅景观同埋更高嘅私隐度。好似呢间我同个客人睇紧嘅屋，有2800尺去到3700尺，以前卖嘅尺价就过40000，现时就减咗落嚟，大概系31200左右。你觉得咁样价钱？咁嘅大屋，你哋又中唔中意？